你应该是来找恁阿舅讲要竞选当选的代志对吧？是啊。啊，我感觉哦，张副院长是一个足好的人选，所以我就推荐给恁阿舅啦。阿舅，你已经无在管公司的代志啊，啊，经营公司明明甲甲变无啥了解。我希望你能相信我刚买判断，我也算做一个对公司上好的董事啊。张副院长。我是认为吼，你伫处理病院代志能力吼非常之好，我真肯定你啊。所以我是想讲吼，既然吼你着伫做你的本业，是毋是当继续甲我做伙拍拼，为着咱病院的代志吼，搁继续努力？我嘛真尊重院长的想法啦。以后吼，我会把我的心放伫处理咱病院的工课内底啦。副院长。我了解你的心情啦，啊，不过你嘛知影，即马冻在路中迄粒石头，你若是找人甲刷走，迄后壁的路应该就会足好行。那安尼，你就是罗振群啊？你什么状啊？叫你卖冻牌咯，你是听无啊？我啥？进去。上次小队委员我的你去搞动装工程 CP 说告辞。李先生，李先生你好。你现在终于知影，我准备要跟李先生合作哈密瓜的代志啊！是是是，李先生种的金牌哈密瓜正了有名，而且今麦阁是哈密瓜的产季，做在秋收拢想要跟伊合作，也不是跟他恁啊！李先生，这是我针对你的金牌哈密瓜所写的客户啦，只要你愿意，把你的哈密瓜交给我们的卖场做独家贩售，我保证。我已经把你事先告告提出来追购，当作是宝贝同款对待。您前后背进前送给人客烂苹果，这就表示讲您对待追购就参像对待人客同款，一点仔拢无用心的。李先生，你敢确定要把你的金牌哈密瓜搞好追求美女来卖？李先生，我开好你的条件一定比伊好真多，应该想要跟我合作吧？老先生，太侪啦！啊，我这批金牌哈密瓜哦。其实昨已经甲十小姐因联络过啊，阿爸已经给因订去啊啦。我们做生意哦爱讲信用的，啊你若想要买我的金牌哈密瓜吼，可能都要等后山啦。既然伊遐的哈密瓜无想要卖互咱，那呢，咱就无需要甲伊客气。咱即马甲这电脑拢放在每一个箱仔内底，到时阵这水果就收成烂去。我来看真实事哦，别人抓袂。我到底应该安怎做，才当赢 Kevin， 和秋红重新回来我的身躯边嘞？四秋红，秋红，哎，玉莲，是你啊？哎，对啦，啊，咱餐厅吼，啊，生意愈来愈好，代志愈来愈多，你敢袂用回来甲我斗三工？你搬到较大啦，啊，若无我身躯边无人照顾，一个人感觉足孤单的。玉莲，是你，咱的情分已经尽啦，那勉强做伙，敢那是拖磨尔。这件代志，甲秋红真正无关系。二十几年阿婆的情分，你竟然话扯就扯！我也是同款迄句话啦，我对感情无期待，我嘛无想要找伴，你莫等我。